你已经猜到结局了吗？欢迎回来，感觉很疲惫吗？想挑战海龟汤故事的话，可以和我说哦。那我们开始吧。玛丽罗斯酒吧来了两个牛仔，一个是高大魁梧的猛男，一个是瘦小精干的眼镜男。两人从酒保那边点了同一款酒，猛男举起酒杯将它一饮而尽，然后离开了酒吧。眼镜男一边细斟慢品，一边和酒保聊天。出酒吧后没多久，就死在了路上。是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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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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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。否。是。否。否。
否？是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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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关。是。是。无关。否。否。否。您的回答完全正确。影片来到这里，想知道以后故事，赞好，留言，最重要订阅，小小支持成为动力。